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新冠卡啊，都是发往国外的，国内的也有。这个是一出24，一个小时可以赚到保守估计1000次啊，等于说一个小时就24000个。这里上料，转过去这里是储存，那边就是印，印完以后接手把这个料全部下到皮带线上去，也可以加 UV 都可以。其实这种机是最简单量最大的啊，你量小的这种机买了你干10年也回不了本，只有说量越大越好。这些全部都是，这边就是刮刀磨刀啊，那个是切换行程的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原理都很简单，不用学习，新手都可以干啊。一个小时，一天干它20小时，干50万个，轻轻松松。